咁同埋我而家咧就喺美國喺羅省，點解羅省咧咁？因為咧就為咗呢一本書啦。呢、這個就係 David Sinclair professor 佢最近寫一本書嘅 Life Span。咁啊，我啊差唔多睇完啦。咁為呢本書咧，因為 David Sinclair 佢成日都強調咧一個就係話返到頑童嘅藥。David Sinclair 咧就係哈佛大學嘅一個 genetic 叫做Department of Genetics 的一個教授嚟嘅，咁佢做有好多 project， 其中最重要的咧就係呢一個NMN， 咁呢一個啲 molecules 或者呢一隻而家最新嘅，佢即係研究咗好耐噶啦，咁啊研究好耐，咁但係咧我就唔知佢呢啲物品咧喺邊度嚟喎，即係呢一個 NMN 就係話可以將一個老鼠。60岁嘅老鼠可以变翻20几岁嘅 ，OK， 咁我就跟咗佢好耐，然后跟住我知道，咦，原来加州都有喎，有个药厂有，咁我所以就嚟到咧睇下究竟呢个药厂，点讲啊个制造过程系点啊，咁可以同各位介绍啦，咁啊睇完啦，咁啊睇呢本书，咁我呢本书咧我就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咁究竟Professor David Sinclair 讲呢个 lifespan。咁呢啲佢唔係立亂嘅，呢、這個人咧，呢、這個教授而家係全世界咧最 top 嘅，關於呢個叫做 longevity， 即係長壽啊。咁嚟到加州咧，天氣好好，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我個目的就係要揾一啲最好嘅嘢咧俾各位朋友啊。多謝各位。咁其實咧都係同呢個 Animan 有關係㗎，咁所以我就先睹為快咧，就嚟到呢一個藥廠咧。看看他們的產品怎樣，如果這個產品好的話，我就可以向各位朋友介紹 NMN， 它都是維他命 B3， 都是跟 Nigel 一樣同一個 family， 不過可能在製作過程裡面有些不同，現在我一會兒進去看看它的包裝、即是它的個水平去到哪裡，當然在美國的標準呢就相對都高的、如果有的話呢，我就跟大家推薦和介紹 David Sinclair、它在这个 NMN 的研究里面已经是世界呢是最 top notch 的了，那他的药呢我怕贵，因为他现在还是应该跟某一个大药厂来出的，所以我知道这里有这样的产品，那我来看看向各位推介，好，我一会去了。